主料，面粉350克，细砂糖20克，酵母粉一小勺，盐2克，油2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芝麻花生粉、胡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面粉、酵母、糖、盐、油揉成团，发至两倍大。包好的面团擀成薄片，抹上盐、胡椒粉、芝麻花生粉、油，卷起来，切成6个，擀成圆形，放入烤盘，发酵30分钟，擦上油，撒上芝麻，上下火160度烤25分钟。烹饪技巧，喜欢吃葱的话可以放些葱，有葱香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